一鸣，其实我有秘密。那天我没去见什么客户，我也没有忘记我们的约会。我就在办公室里，你打的每一个电话，你给我发的每一个微信，其实我都看见了。子如姐，一鸣，我好像。 说什么别的没有？什么都没说。现在人呢？已经不在公司了。不应该呀。你是不是想一个人扛？我是老板，我不扛谁扛？你等着。你干嘛？我问你干嘛？ 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从现在起，我不领工资，义务劳动，晚就濒危企业。那你吃什么喝什么？拿什么付房租？我住我朋友那儿啊，可以蹭吃蹭喝，还可以蹭跑。哎，这就对了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该你的工资一分钱都不能少。你要是敢拒收或者退回来，你现在就给我滚！不是，哎，你这是拿我当外人，我是外人吗？来电了没有什么内人外人，都是员工，赶紧给我收款，别逼我把你开除啊！喂，表姨，哎，我先给你转了5000块钱，不是多少？不是10万吗？ 怎么了，浩文？我们月底之前能不能拉到一个广告？放心吧，没问题。行，那先这样。嗯，拜拜。你好，干什么？蓄水。哦，不用了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